欸，黄庆光冲上来，先左罗好了，因为他831嘛。你为什么知道我选左罗吗？因为我看到831，我觉得比较好看，就比较可能比较高吧。哎，杀大一点啊！哦，好痛哦，天哪！但是我还是要试，我觉得有那个几率就是每天有一定的 vegan 几率啦。啊，但是如果你转14都没有中的话，基本上可以点隔天的，这是我自己的玩法。哎，我自己的心得哎。你看，哦，他太过分了，官方都这样子。哎，这是 vegan 的吗？我就说没，我就觉得它有一定的几率啊。啊，我昨天怎么转都转不到啊？你看今天随便乱转就转到了，它是怎样？几次 vegan？ 我翻了8次。它 vegan 率比较高，但是它的金额很像也比较多。哦，没有比较多啊，它是慢慢来的那种。